左手给我，右手慢慢举枪。屏住呼吸，季风，你就那么爱看你们队长，想听他唱歌是吧？没事，小子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谁才是真正的歌王。小波，歇会儿。陈新元，咱俩唱一首，敢吗？行，今天问你的问题还没回答我。什么问题啊？为什么不说话？因为我看到你就会紧张、口吃。哪儿来的沙雕主播，想借网红运动员来蹭热度，跑调成这样还唱歌？我正在进行唱歌直播训练。啊，加油。他居然笑了，但这是在嘲笑我吗？不行，我不能太在意沈清源的眼光。干嘛？这个布料真不错哎，很软。我要回去直播。为什么要慢歌？嗯，不是教过你激发节奏了吗？试试用固定节奏。你可算出来了，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我们队长就得养出颈椎病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今天我们是啊，你这儿工作环境不错呀。那他看来也和咱们跟小姐姐过不去。嗯。哦，等等，那个我叫一辆车，咱们一会儿一起回学校。哎，电话来了。喂，师傅。电话。哦，对，我们就在这个瑞直播的正门口。啊，您到了是吧？哎，好嘞好嘞，我们这就过去。好。车到了。队长，车来了，咱们走吧。走吗？走啊，队长。我们先走了。走啊，队长。一起吧。一起走走。